房呢。你说林老师对你这么好，你怎么就把林慧拐跑了？你怎么想的？你们俩没有想过，你们俩的出走会不会对林老师造成多大的打击吗？不是人。你少给我来这套。确实不是人。那个时候，我的眼里只有他。学校里有多少男孩子都不敢看他一眼。我这个又没爹又没妈的穷小子，哪敢想啊？在我心里，他就是女神。可是，我不敢想的事儿，有一天终于发生了。哎，下来吧，慢点啊。我爸说你不求上进，原来你不好好学习，躲着钓鱼呀。听说你高考不错，被方瑞那个学校录取，恭喜你啊。王良，我不想去上大学。嗯。啊！我想离开那个家，到外面去过自己的生活。你去哪儿啊？去哪儿都行。那你跟你爸说了吗？我为什么要跟他说啊？这十八年来，他一直管着我，连高考志愿都是他帮我填的。但是我考上了，就对他有个交代。剩下的事情他说了不算。那你一个人出去行吗？事情来得太突然，他想和我一起走，那我就得保护他。就算是要下油锅，只要林慧一句话，我都愿意。那一天，我兴奋的一夜都没睡着。第二天，我就带着他走了。买票的钱是我跟我叔叔借的。我们到了车站，选了最近的一班车就走了。那个时候，我俩都以为只要离开了林老师的束缚，就会幸福。我们辗转了几个城市，最后到了深圳。说实话，一开始我们还真过了一段苦中作乐的日子。谢谢啊，下次再找我。哇，晚上吃饭去。晚上想吃什么？吃啥都行。对，小龙虾。可以啊，太贵了，吃不起，可能还得煎饼。留恋一下。毕竟两个高中生，有没有一技之长，后果可想而知。我还能吃点苦。林慧一直是林老师手上捧着长大的，一点苦也没吃过。
等到新鲜感慢慢过去了，我们的生活也开始陷入绝境。吃饭吗？啊，别一会儿凉了。今儿我换了一家挺好的、挺好的餐馆，味道真不错。啊，你先吃吧。行，现在不想吃啊？我待会儿忙完陪你吃，好吧？待会儿我把饭拿到隔壁的便利店一热，味道肯定跟现在一样好。回家吧，回家，回去继续过他安排的生活吗？那也比在这儿强啊。回去以后我跟他说，我就说是我带你出来的，他打我骂我都行。跟我不一样，你回去了还能考大学，再考一年，能过上你想要的生活。我不能看着你跟我受苦。